記者的提問咧，就透露咧呢一個獨立的調查專責委員會去調查沙中線的紅磡站的職權範圍和調查範圍，只是落在這個的紅磡站呢，我們認為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呢沙中線的工程失誤、醜聞、削筋、削牆、缺乏這個的工字鐵，從而影響到結構、挖深了、等等這個問題呢，是接二連三出現，在土瓜灣站、在會展站都是出現的。所以當這個的調查委員會說話是要做到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都是要探究的話，但是那個調查範圍只是在紅磡站呢，我們是質疑呢這樣呢是欠缺全面、特首呢也都是會被理解為呢將這個範圍只是在紅磡站的調查呢，其實是欲蓋彌彰，更加做不到呢是說可以探究得到、在今次事件裡面這些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包括了通報機制，包括了、港鐵和政府的監管制度全面崩潰這樣是、當這些問題不能夠有個、全面的反映在那個調查報告裡面的話呢，其實變相呢是大有機會在日後呢就放生了應該是要問責的港鐵高層和、運房局和路政署的官員的，因為他們呢也都是作無旁貸，在整件事情裡面，在整個工程裡面呢是扮演監察者的角色，但是當這個調查委員會的範圍只是集中在紅磡站呢，這個的專責委員會將會出爐的報告呢是可以理解為是已經是有一個即係先天性的不足，咁所以個調查結果的公信力咧係絕對受到影響。好，你企中間好。當初呢個由大法官領導的專責調查委員會咧，都是逼出嚟嘅，即係當群情洶湧，議員話要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成立委員會去查，跟住林鄭月娥咧就話出咗口述就話會成立呢個委員會，其實當其時都乜都冇嘅，咁就俾咗建制派議員咧有個藉口咧，就唔支持民主派議員提出嘅權力及特權條例。咁上星期咧，阿田生就再提出針對土瓜灣站啊、會展站嘅 PNP。咁政府又出口述就話啊，我哋紅磡站嗰個職權範圍咧都可以闊啲嘅，但係今日所謂闊啲咧，就都淨係紅磡站。但是林鄭月娥就說、都會研究一些系統性的問題。你從紅磡站去看到一些系統性的問題，跟土瓜灣站和會展站又會看到不同的系統性問題。如果你只是將自己綁在紅磡站的話，你那個調查你所能夠看到的系統性問題呢都一定是窄了、我希望呢建制派、如果真的被政府出口述，或因為他說會研究擴闊過專責委員會的範圍，所以上個星期投了棄權票或者沒有投票的建制派呢，如果覺得都是被政府騙了呢，應該要出來講清楚。同埋我亦都鼓勵田生或者其他民主派議員呢，在立法會復會之後呢都繼續攞返、土瓜灣站同埋會展站的 PNP 方案出來俾大家討論，而唔係俾政府咁樣即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我哋成日話，即係雷聲大雨點小啊！而家就窄到不得了。呢樣嘢係非常之即係唔理想。亦都你睇到即係我哋政府個伎倆咧，係咪叫扯貓尾？即係可能有啲建制本身都知道㗎啦，即係唔會擴闊嗰、那個，但係就俾個好似俾個下台階俾佢，即係上個禮拜可以投棄權票或者唔投票。我亦都希望公眾咧睇清楚，即係我哋呢班立法會議員，啲保皇黨嘅立法會議員係點樣去捍衞公眾利益，去為追求真相，為沙中線豆腐渣工程咧係追究到底。好，嗱，今朝早林鄭月娥講嘅話，佢堅持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係純粹查紅磡站咧，呢個係真係。你甚至要懷疑他事前是不是故意在新聞界當中發放假消息，
就好似講到咧，就會展啊，同埋土瓜灣站咧，都或者可能會查係嘛？以前大家都有，之前啊上星期大家都有咁樣嘅印象，係啊，佢一直係咁俾一個錯誤嘅信息出嚟，或者唔係佢個人放出嚟啦。但係佢今日所講咧就話因為土瓜灣站同埋會展站嘅出問題嘅地方咧係性質非常不同，所以咧就擔心模糊焦點啊嗰類啦嚇。佢之前都已經話係會模糊焦點，係淨係只準查紅磡站嘅啫。嗱，所謂性質不同咧，始終係工程上面有失誤。我哋整個調查委員會咧，佢既然都話有一種系統嘅調查嚇，那個上報機制出咗咩問題咧？就呢、這個唔係淨係性質啦，我哋係應該要睇埋成個政府嘅問責。性啊，佢咁中意個性字嚇，我哋要睇埋整條沙中線嗰個工程，個政府本身包括佢旗下嘅港鐵啦，75%係政府係大股東嚟嘅，嗰、那個問責程度係去咗邊？我而家最擔心嘅咧，就將來呢、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嘅報告啊，半年之後做好啦，仍然係留咗一大條嘅尾巴，就係、是、仍然會有人問咁究竟會展站係出咗咩問題？而土瓜灣站又點樣呢？你咁堅持唔查嗰兩個站咧，係非常之惹人疑竇嘅。咁另一點咧，我亦都想提一提，今朝早咧就都非常開心嚇，睇到啊林鄭月娥咧肯答英文問題，因為上次嘅嗰個公關災難咧係完全冇必要嘅，唔知佢做咩事。上次咧可能係或者係無心之失，或者係鬼拍後尾枕嚇，就懶唔講英文，認為回答英文問題咧係浪費時間。今日咧佢係答咗英文先，然後先再答中文嘅呢、這個。你睇到佢咧係知錯能改，係幾好噶啦。咁其實即係林鄭咧，亦都有講咧，即係覺得嗰兩個站咧，對於公共安全嗰個影響咧，就同即係紅磡站唔同。你哋覺唔覺得係有呢個説法可以即係會成立到嘅？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以我理解的土瓜灣站說成幅牆是兩幅添嚇，我的我的爆料人啦，所謂嚇，佢而家到而家都係堅持嗰兩幅牆咧係成埲牆嚟啊，削曬嘅，咁咪真係有安全問題？我點知啊？三五七年後幾時冧咧嚇？咁而港鐵咧係唔答我呢、這個係實在係咪有安全問題嘅？佢只係話基本上你唔使擔心，我哋係唔係咧都係成幅牆由頭做過？因為佢之前答就話好似三個窗口位咁樣，就話係有係削過鋼筋嘅，即係突咗出嚟好似大肚咁啊！你咁樣答我係唔收貨嘅咯。咁另外就係土瓜納另外就是土瓜灣站第二個的投訴咧，就係話有建築廢料要嚟鞏固嗰個工程嚇，真係有工程師話咁樣做是很罕有的啦。而那種建築廢料咧，究竟有冇經過環保署的測試啊？咁樣係咪恰當嘅等等？你而家就堅持話係同公眾安全無關，我又唔知幾時會唔會忽然間表面是露陷的呢，而會展是更令人害怕的，是即時的危險來添，叫了你停工，他第一不停工，然後第二呢就是你挖深了又不整工字鐵來架起他，即時的危險是對在地盤工作的那些工人添，你真的這個你完全是不能解釋的，到現在都沒有解釋的，差不多，好，謝謝。